最新关注，关注民生大事小情。观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最新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本周的民生资讯。赏北国春城冰雪魅力，逛民俗集市，体验关东大年。1月20号，第12届吉林长春冬季农博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每年的长春冬季农博会，很多市民都会去逛一逛。那里不仅有好花好景，让大家逛到腿软，还有不间断的精彩活动。本届展会突出了绿色农业、冰雪旅游与年俗文化的相互融合，让市民们欢欢喜喜迎新春。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到现场去看一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农博园，也是第12届吉林长春冬季农博会的展示现场。那么本届展会呢，展出面积一共达到了20万平方米，包括展示展销、线上农博、文娱活动等三大板块的30项内容，集中展示了设施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优秀成果。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本届展会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年货大集的环节，让广大市民朋友们能够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到北国春城的独特魅力。本届冬季农博会以品牌绿色、健康、祥和为主题，突出绿色农业、冰雪旅游与年俗文化相结合，以发展绿色农业、打造健康品牌、驱动产品交易、弘扬年俗文化为理念，打造市民游园观光购物、农民学习冬季设施栽培技术的综合性展会。占地10万平方米的设施农业展区，主要包括6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和4万平方米周边休闲果树区。其中，联动智能温室重点展示了高新无土栽培、规模化无土栽培等特别种植技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那么这无土栽培需要细分呢，就是一种是基址培，一种是水培。咱们这个无土栽培区是生产性无土栽培区嘛，咱们主要还是以这个水培为主。那么它这个植物的根系都是生长在这个营养液中的，我们这个管道嘛，它很小的一个管道，它整个是一个营养液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装置。那么我们这个育完苗之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苗栽到这个管道啊，或者是那个平板啊，或者是那个水槽之中，然后呢营养液循环，这个营养液循环的过程中呢，就供给这个根系的这个水分和养分。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是不使用农药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品相也很好，品质也很好，口感也非常好。在观光农业展示区还设有逐梦吉林主题展厅、世界农业风情园、渔业展馆、珍禽馆等八大展馆。在占地5000平方米的珍禽园，展示了孔雀、鹦鹉等40多种、500余只经济价值、观赏价值较高的经济动物品种，受到市民的喜爱。这些个珍禽以前也没见着过，挺好的。比如像这里边这个叫什么呢？这种东西以前根本就没见着过。还有那边还有不少。就是感觉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就像这个花果山这个周围啊，这些花和草草的树啊啥的，非常的美。所以说我们这些老年人吧，就非常喜欢这里，照照相啊，一天游着游着，完散散步啊，比较开心。
前我们家离得这还挺近的，但是从来没进来过，没想到这个农博园里还有这么多这个小动物，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嘛，能带孩子来过来玩一玩，然后还有教育意义，还是一个不错的亲子活动。渔业馆是本届冬季农博会的一大亮点，渔业馆占地6000平方米，容纳了6000余尾生物，展示了各类淡水、海水养殖鱼、水母品种以及趣味海洋动物。据了解，今年的渔业馆比往年更新了一些设备和展缸，增添了观赏鱼类。里边有天狗钓、七彩钓、青衣、艳红等很多咱们老百姓在平常看不到的一些那个鱼种。咱们整个渔业展馆比较吸引咱们小朋友前来参观，与那个集那个科普教育和那个观赏为一体。我身旁的池子里啊，住着渔业馆的两位小明星，他们的名字叫农农和伯伯，是本届农博会特意引进的两只西太平洋斑海豹。他们的到来可是着实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和小朋友们的喜爱。现在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吧。我觉得它很可爱，圆圆的，当时有人喂食的时候还会转圈。因为冬天特别冷，这农博园开的这么大，孩子还室内特别暖和，啥都有，孩子特别乐意愿意玩。另外我们这里还有那什么那个海豹鱼啊，我们也买了喂鱼，孩子都特别开心。除了两只海豹明星，本届冬季农博会的渔业馆还展示了平时难得一见的鲨鱼和绿海龟等海洋生物，同样吸引市民们驻足观赏。除此之外，渔业展馆引进了柳根鱼和亚罗鱼两种冷水鱼，并在农博会进行现场售卖。就是李涵来还能看着鲨鱼，就是在别的地方我也见不到，感觉特别好，我儿子特别开心。要不然孩子就去一些商场，去一些淘气堡，然后我觉得对孩子来说还是长长见识比较好。欢欢喜喜过大年，怎么能少得了鲜花的陪伴呢？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年货大集的花卉销售区域。本届展会引进了大花卉兰、蝴蝶兰、发财树等百余品种，引来不少游客拍照观看，丰富了春节期间花卉市场的供应。快过年了，这个花真好，我想买几盆拿家去。冬天的时候感觉看着你看看花花心情会很好很多，过年了嘛，有一个好心情嘛。今年长春冬季农博会还新设立了7000平方米的草编景观区，卡通草编、农耕文化、大型草编、草编冰雪运动场、丰收场景、农忙等休闲景观。我今年60多岁了，还头一次看着这么大的草编啊，特别新颖。这个农园的场景可以说老人孩子都愿意玩。过年了嘛，然后看这个特别有那种节日的气氛，然后那个中国节也是代表中国的那个团圆的嘛，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漂亮的孩子过来溜达溜达。那你在这照相开不开心啊？开心。为什么开心啊？因为很漂亮呀，你看这块有中国节代表团圆，有灯笼代表喜庆，你说这不是好吗？这不是很好的寓意吗？有点像过年了是不是啊？过年还要回奶奶家，好开心。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农博园的年货大集啊，始终都是人流量最大的展区。在这里啊，办年货、看年画、赏花展，让你一次性就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新鲜的肉禽蛋奶，种类繁多的干果糖茶，火红的对联窗花，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无不透着节日的喜庆。我们是吉林市的，特意开车来到这个长春农博园的，来赶这个年货大集的。花啊开得特别好，还有年货特别全，非常好，感觉非常心情不错。本次年货大集共设置200个标准展位，包括优质线上企业展示区、农产品展示区，展示展销上千种中高档绿色优质农产品、食品、工艺品、轻工产品等特产年货。吉林大米、望清木耳、查干湖胖头鱼、长白山土蜂蜜，丰富的年货满足群众过大年的购物需求。现场制作热卖各种特色美食、网红美食，方便观众就餐和休息。我们到这里吃、玩、逛都有了，物价呢也不是太贵。大家呢，因为过年了，每年这一回呢，大家都来，多少呢？咱们每个人都消费一点，多好啊，是不是？农博会太精彩了啊！咱们现在正好是年终岁尾啊，辞别金牛，迎瑞虎。来到这个农博园逛了年货大集，把过年的年节味准备足足的，高高兴兴过大年。
今年年货大集还推出绿色蔬菜线上销售，开通在线预约订购模式，通过长春农博园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渠道在线预约订购农博鲜蔬，做到当日采摘、当日配送，确保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定时定点品尝到农博园新鲜绿色健康的有机蔬菜。长春啊，这冬季来讲，就是农博会，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又好吃又好玩的一个好去处，年年都来，但是每年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今年打算就是过年的时候再领家人来，然后我们再来这块再品尝点这美食啥的，再买点年货，嗯，挺好，真挺好。完了又能线上又能订这些咱们礼品啥的，我今天是啥呢，是在农博园那个线上订的，完了我就来这儿提的年货，非常好。这个过年我加上再买点花，买点啥家里装饰装饰，非常非常好。这个农博园真是一个我们这百姓的一个游乐好地方。我们这个线下又开通了一个新的功能，除了线上支付以外，线下可以提货自取。在线下提货自取的这一个环节上呢，可以免除了一些产品的费用。现在线上下单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多的啊，他们既游玩同时又采购了产品。赶年集办年货是难以割舍的乡愁，也是欢乐过大年最生动的载体。年货大集的存在不仅让中老年人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也让年轻人体会到不一样的年味儿，更为商户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窗口。商户辛婷婷是长春冬季农博会的老人了，今年已经是出展位的第12个年头，而今年的货品销量也一如既往的火爆。现场的人特别多，然后大家的热情也很高，而且这里边环境特别好，大家都喜欢来这儿溜达呀。然后马上过年了嘛，采购年货的人也特别好，我们卖的也很好，这里边人流量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卖的也特别好，然后采购量也特别好，还有团购的。我们今年年货大集像往年一样，主要就是满足老百姓在这个观光游玩时满足一个购买年货的一个需求吧。与此同时，本届长春冬季农博会的文娱活动板块还设立了新春文艺汇演、农民培训教育、学生科普体验活动、现场采摘活动、冰雪娱乐等活动。我们平时在这个小年啊，还有周六周日，还有这个春节期间，都会举办一些综艺性的文艺演出，嗯，啊，还有一些民乐的一些演出，嗯，还会组织一些中小学生的一些研学活动，嗯，也是丰富一下他们的这个对于农业知识的兴趣。本届冬季农博会展期从1月20号开始至2月7号落幕，横跨整个春节假期。除了大年三十休息一天外，其他时间均向游客开放。游客可通过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微信公众号网络购票，也可以通过现场购票的方式观展。另外，为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游客在入园前首先要进行扫码和测温。在这里，记者还要提醒大家，本届冬季农博会所有入园观展的市民要佩戴好口罩，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扫码测温工作。展区内还特别贴心地为广大市民配备了免费的大巴车，20分钟一趟，可以在各个展馆经停。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参观，展会在轻轨中信农博园站配备一台导短客车接送往来观众，增设净月2号线车辆频次，在园区内部设置17号门到12号门的导短车辆。中途的话，如果有带小朋友或者老人的话，可以坐观光车嘛，那个会很方便，而且考虑到什么腿脚啊，包括说累了呀，都很人性化。我们今年冬天的人流量是格外的火爆的，因为可能受到疫情影响，很多咱们本地吉林省的一些观众朋友嘛，可能不能去外地游玩了，那所以在冬天，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东北，能够感受一次绿色和春意，那只有我们长春农业博览园。由长春市政府主办的吉林长春冬季农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社会效益和影响力日益提升，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市民和农民群众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多年来，冬季农博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展示形式，成为吉林省及长春市冬季冰雪旅游和冰雪文化的重要品牌。好的，本期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